日前某天下午，记者在北京大山子附近意外发现王菲平常乘坐的商务汽车。当天，王菲和几位女士带着一个小女孩，小女孩扎着小辫，穿着一条深色连衣裙和黄毛衣。记者马上认出她就是李嫣。李嫣低头不语，表情平静，而那几位女士围着她问长问短，但李嫣很少搭腔，自顾自玩着手里的提包，像个小大人一样。从远处看，有点像公主出巡的架势。据记者得知，李嫣目前仍在顺义的英国高级学校上学，现在已经开始上小学。姜文等明星的孩子也在这里上学。据学校的工作人员透露，对李嫣这样的星二代，学校会采取保密措施。同学和家长知道她特殊身份的不多，主要同班同学知道的多一些。李嫣在学校并不活跃，性格也有点内向。不过并不娇气，平时他不爱唱歌，但画画不错，表现出一定的天分，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。胡六娱乐，余文锁定。